早前才有媒体报道称，少女时代前成员郑秀妍与绯闻男友全宁一公布恋情。5月27日，又有媒体曝光郑秀妍和全宁一以及公司同事一同聚餐的照片。从照片上看 ，Jessica 真的蛮随意的，并且抓到一张同框。郑秀妍大大方方，潇洒不羁。据悉，全宁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取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，曾在美国任职投资银行，主力收购公司重组，目前则在韩国经营印刷包装等投资事业。2013年3月，全宁一以韩美跨国公司娱乐部门主席兼行政总裁的身份，与中国香港英皇娱乐集团签约，互签旗下艺人，扩大双方娱乐事业版图。看到这里，你们都想说点啥？